蔡素珍是周明芳的妈妈。我爸最近从公司的账户汇了几笔钱给你。明芳跟你爸爸的婚礼都已经在准备了，那500万是不是就当做明芳的聘金啊？好怕，好怕我这辈子都不能幸福。你一定会幸福的，我保证。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台视频道一个屋檐下。感谢普洱秋葵苦瓜饮冠名播出。